CEO, everything's working fine. 大家都写了很多新功能，然后这些功能呢，好像都运作的还不错。就他们有一个观念让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就是一般我们在做贴图的部分啊，比如说我们做 diffuse refresh 这些东西，就整张，比如说整个 JPG 进去，或者是一张贴图进去，可是他们会很有效的利用它的 RGB。